盘点老外无法理解的军民鱼水情。啊，送一下这些消防员官兵嘛。哦，你是带来什么吗？带来一些土特产。土特产。哇。这个井水呢，不干净，我们也不放心给这些官兵吃，所以我们就用这个矿泉水。我们自己是吃井水，给他们吃，我们就不，我们就用这个矿泉水。看到他们就是像我们孩子一样，看他们每天这么辛苦，真的我们心里也很难受，是吧？很心疼他们的。来来来，小伙子，吃包子，包子，包子，真的很香吗？对。好香吗？这个包子特别好吃，特别香，是妈妈的味道，让我想起来我妈妈以前给我做的包子，这种味道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革命史地兵抗洪抢险，只能冲在第一线。我能够为他们做点事情，心里很高兴，很开心。这个你下不了，下楼顶，下楼顶。你看这下你这，你下楼顶吧，你在这吃饭，吃饭，吃饭，哦，不是，不是卖的啊，咱们是免费给咱们官兵们吃的，赶紧招呼他们出去吃啊。广场中央是谁来吧，来吧，来在这里每天帮我们保护家园，我们是要来感谢你们的呀。
小孩子嘛，什么都比较好奇。然后穿好的那种串串嘛，肉串串，他就比较着急。熟了，然后那些叔叔们都给他拿了一些别的吃，泡芙呀、旺仔牛奶呀。我们感谢你们，你们辛苦了。因为我有痛风，在等待化验结果时，我发现了一位老奶奶倒在了那个 CT 登记台下。我当时也不没顾上我的脚程，一路小跑步到南四院部时，那个老奶奶突然跟我跪下了。当时我因为腿疼无法弯腰，然后我就这样只能在那架着她。其实快起来的时候是我应该做的，像是看着她一样，看到我奶奶了。然后她儿子当时就拉着我说要尊重我的，我就说我是无。我把你盯着呀。没事没事没事。你长大要不要当兵啊？来，在这个里。可能丢了吧。我楼下怎么死死哎？我怕怎么渴？我一边养鸡，一边当窝儿去，一边当窝儿去，我这是怎么做的？你别别别别别！哈哈哈哈哈！赶紧过来了，光喊我儿子不管，你赶紧过来了，赶紧上来要。我们不能去买，我犯了这个这个去买，人家老百姓不收钱，不好意思。那可能到了你前面的拐都塞塞一个没塞一个不行这难过去不分出去一定不辱使命坚决完成任务这里任务啥给你说哎呀你这么辛苦啊送你送你的送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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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想开窗户啊！开啊，开了没有？可以开，可以开，可以开。哎呦我的妈！
这个挂人是加牌，是老式的是吧？我知道最新的是吧？就这样，不抽钱，不是，我说换如家不是，对，这还是最新的。借了挂人之家，我们就不抽。好，再见，再见。我应该叫你们一声哥哥，因为你们比我大不了几岁。这是我每周五元的零花钱，特地买了糖果，希望你们苦中带一点甜，谢谢你们。尝了一天的沙袋，因为一天来之后看到这个糖果，瞬间感觉疲劳感消失了。我们都有，我们都有啊，我有都有都有。哎，快，这块这块这儿中间还好，不是都有都有，你看真的都有。别浪费了，我早带完了呀。这块还好啊，这块中间，我把带上这是吗？老板娘把他所有的能吃的能带走的都给这个军人都装了装，到什么时候已经扫光二维码了，然后出去走好远以后给付了50块钱。拿一毛也算拿了，我们得给钱，必须得给钱。先充值先吃。啊不。你找你多钱？你们啥子名字？不做梦都想不到，来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拿一毛也算拿了，我们得给钱，必须得给钱。先充值先吃。啊不。